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。电影《007》系列中首位扮演庞德女郎的女星乌妮斯盖森于本周五去世，享受90岁。007官方推特账号今十日在推特写道，乌妮斯盖森已在8日辞世。电影制作人威尔森 Michael G. Wilson 和布罗克利 Barbara Broccoli 也发声明向乌妮斯及其家属表达哀悼，我们感到非常悲痛，我们向他的家人传达真诚的关心。乌妮斯于1962年参演由史恩康纳莱主演的首部007系列电影第7号情报员，虽然戏份不太多，但当中与詹姆士庞德的一段对话却成就经典。片中他在赌场与庞德首次见面，双方自我介绍下，史恩康纳莱说出庞德，詹姆士庞德。之后不少007系列电影都会出现这句经典台词。除此之外，乌妮斯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套007系列电影担纲庞德女郎的演员。她于1963年第7号情报员续集接续饰演庞德女郎。首任庞德女郎乌妮斯盖森8日辞世，享受90岁。翻摄自推特，相关影音影片取自 YouTube， 如遭删除请见谅。